尼康 Z6 一款集高性能拍照和视频功能于一身的高性价比全画幅无反相机。那么，这是我对于 Z6 这款相机的简评，它也是我认为2019的最佳数码相机。从19年10月份使用到现在，一共3、4个月吧，终于可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这款相机了。那么，因为我个人的发展历程是先接触平面的风景摄影，然后再开始慢慢学习拍摄视频，所以呢，我对于相机的需求是视频和照片两方面都需要兼顾。因此呢，本视频会从这两个大方面来谈一谈对 Z6 的使用感受，并且呢，还会和我之前手上一直在用的索尼 H23 做一些对比。2450万像素，相比我之前用过的尼康 D850 和索尼 H23，一下子让我从4000万像素咚的一下掉到2000多万像素。但是如果谈谈具体的感受，我目前只感受到了一点，那就是后期的裁剪空间变小了一些。因为4000多万像素的时候，就感觉随便裁都不会觉得有太大的画质损失。但是其实严肃的来说呢，摄影这件事情在前期能做好，就尽量不要放在后期去做嘛。所以我觉得不能够用力剪裁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而且坦白说，之前的4000多万像素，我完全没有发挥出过它的全部实力，因为我最多只打印过 A3 大小的照片。实际上4000多万像素能够打印的更大，可以做到更多。所以呢，其实如果你一不需要输出很大幅面的照片，二呢也不需要大量的后期裁剪的空间，那么我觉得不论怎么样，这2000万像素真的都够用了。而且仔细想想，我浪费了很多硬盘的空间。2400万像素的一张 RAW 大小是20多 MB，而4000万像素的 RAW 每一张大概是在80-90 MB 左右，它们中间大小差了4-5倍。如果我没有物尽其用，那么长期堆积下来，我的那些硬盘的很多空间其实都是被浪费掉了。所以呢，对于我来说，这个2400万像素的 Z6 是完全够用了。时隔2年，我又重回了尼康。Z6 握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仍然是那股子熟悉的尼康味儿。非常深的手柄带来的是熟悉又安心的握持感，而且也是熟悉的按键排列。尼康的老用户上手完全没有压力，摇杆也可以在拍照的时候很方便的改变对焦点，这可是高端相机的象征呢。并且 Z6 还保留了肩屏，这个简直大赞。在拍照的时候还是会经常用到，比如拍延时摄影的时候，假如我每张的曝光是30秒钟，那么这30秒的曝光过程中屏幕是黑的，在这个时候如果要确认相机的状态，就只有通过这个肩屏来看了，相机是否正常工作呀，电池还剩多少电啊，拍了多少张啊之类的。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啊，然后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Z6 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内置延时拍摄功能。这是我的取景，我想呢用一段简单的延时来记录一下富士山从白天到夜晚的这个光影的变化的效果。这段我是不需要 RAW 那么高的画质的，因为大家看我现在拍摄的那个画面，它也只是光影，就只有轮廓，没有更多的细节，所以我需要 RAW 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然后 RAW 的延时摄影的流程又会增加你非常非常多的处理时间，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刚好Z6 它内置的那个给你自动生成一段 4K 的延时就非常方便。在这个拍摄照片的菜单里面叫这个定时视频，然后这边选择它可以开立马开始嘛，然后间隔时间我大概放到7秒钟左右，拍摄的时间从现在开始1个半小时，大概生成25秒的视频。曝光平滑打开，这刚好也能测试一下它的自动曝光是否平滑，然后打开进行拍摄，这边可以选择生成视频的大小，这边我选择 4K 30帧，然后自己拍了。而它拍摄的这个屏幕是不亮的，为了省电嘛。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上面这个肩屏来确定它是否在工作。大概这边一个小箭头就是正在拍摄嘛。然后大家看我使用的这个镜头是 Z50 的那个50-250，它是一个残画幅的镜头。插到 Z6 上的时候，它会自动剪裁，然后我就相当于获得了250×1.5。一个300-400毫米的一个非常超长的焦段来拍摄那个地方。而且 Z6 机身上还有两个自定义按键，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拍照或者视频模式下来设置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在视频模式下设置 F1 为切换全画幅和残画幅，这样就可以在拍摄 4K 视频的时候
几乎不损失画质来获得两种拍摄视频的焦段。比如我现在用的是14-30这个镜头，现在要拍摄远处的物体或者特写，但是最长只有30毫米，换镜头会浪费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按住 F1 从全画幅超采变成残画幅点对点采样，那么就可以在几乎不损失画质的情况下来获得30×1.5等于45毫米的画面了。然后在拍照时，我给它设置的功能是对焦选项，因为经常会根据不同的被摄体来选择不一样的对焦模式嘛。而且说到切换视频和照片，就直接在这里用右手大拇指拨一下就好了，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我最喜欢这个设计了。比如索尼就是需要拨动转盘，那么在晚上看不太清的时候，你拨这个转盘，它上面有没有发光，会经常拨过或者还没拨到。但是如果像它这个 Z6 拨杆的话，它会产生肌肉记忆，就非常轻松。这个设计真的大大方便了我们这些经常需要在视频照片来回切换的人群。那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 Z6 操控简直无敌了，非常好用？错，它也是有一个非常让我难受的一个缺点，就是出在它的这个自定义按键上。这个 FN1 其实还好， FN2 是最难受的，因为它的位置感觉非常别手。我假如说按住这个 FN2 然后又要拨这个转盘，哇，真的特别别手，只要你试过的人你一定会有这个感觉，太难受了。希望这个问题在下一代能够得到改进吧。那么新的无反相机在设计上和单反相机最大不同就是取消了相机中间的反光板和军舰部里面的五棱镜，所以呢就不得不导致光学取景器变成电子取景器。但是呢 Z6 的取景器和屏幕看起来都觉得非常舒服，就没有任何不适应，还是一如既往的优秀。而且电子取景器的所见即所得，我觉得还是很棒的。目前来说屏幕这块，我个人感觉到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取景器在拍摄 4K 视频的时候帧率非常低，就我明明拍的是3帧，但是那个画面卡顿的看起来像是24帧、23帧，就是看起来会比较不舒服。但是考虑到拍视频的时候要么就是用这个大的取景器嘛，或者就是外接 Atomos 的那种监屏，应该很少有人会在拍视频的时候看这个取景器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也还好。而且呢它的屏幕的触控体验和 D850 一样，也是非常的舒服，就像用智能手机一样，左右来回滑动切换下一张照片视频，然后双击放大或者是用两指这样拉开可以也可以放大照片。总之就是这个触控体验用起来跟智能手机一样非常舒服，不像毛索尼啊等于没有触摸屏，而且通过手指在屏幕上选择对焦点也是很方便的。这个全新的卡口终于让尼康摆脱了 F 卡口的限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新一代的夜神啊，580.95非常变态，但是它的价格也非常变态，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就不要去想了。那我就来谈一谈目前呢我使用过的这些Z 卡口的镜头的感受吧。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1430，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镜头的。伸缩设计能够减少收纳体积，而且14毫米大广角，它不是灯泡，它的镜头前组几乎是平的，可以正常的上圆形滤镜。那么像我之前用过2年的腾龙1530 f/2.8，那个大灯泡上滤镜架再加上方片滤镜的痛苦，想必用过的人肯定知道。那么出去拍风景呢，我特别喜欢用它挂机，因为它是超广嘛，14毫米加上 Z6 超强的机身防抖，我用它手持拍摄1秒曝光的照片几乎不会失败。而且1430这个焦段真的还蛮常用的，我拍视频的时候可能30段用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刚刚说了打开 APS-C 能够从超采样变成点对点嘛。那么拍视频的时候呢，这个镜头就相当于可以实现14-45这个范围的变焦了。然后呢这个351.8和501.8我两个都用过，我现在手上只有50了，35已经还给尼康了。虽然这两个镜头我用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他们的价格真的是很贵，我觉得用 FTZ 转接环去转接一些老镜头也不失为很好的选择。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镜头啊它设计的有点大，可能是尼康不愿意妥协画质吧。但是我发现自己其实也不再是以前那种一味的追求锐利的画面的那种数码感，反而是更喜欢一些有味道的老镜头。就比如说之前我单独做过一期视频的这个35 f/2.8，然后呢2470 f/4这个镜头，如果说我自己买了 Z6 的话，我一定会买一个，因为它的素质好像看网上的评价都不错，而且呢价格也不贵。然后 f/2.8的版本，就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未来支援那一期，大部分的画面都是用那个镜头拍的，真的超棒。而且看网上评测，它也是目前素质最好的
24、70、28。如果说你不那么在意重量，而且有钱，那么去买一颗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真的太强了。那个镜头反正就是有些手感也很好，颜值也很高。然后终于是在前段时间，尼康兑现了他的承诺，在2019年末发布了7200F2.8 的 Z 卡口版本。如果有机会，真的很想上手去把玩把玩，因为它的上一代电磁炮 F2.8E 真的是深得我心啊，非常极致的画质表现，非常快，非常准的对焦，还有非常棒的防抖以及好看的外观。所以呢，我不得不对它的继承者产生高的期望。那么以上就是我对 Z 卡口镜头的感受了。虽然说目前 Z 卡口的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呢也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常用焦段了，而且用 FTZ 转接环去接老镜头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那么以上说到点，大家是不是觉得全是 Z6 的优点，尼康是不是给钱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一个最让人痛心的缺点，就是 XQD 啊。那么这个真的是 Z6 最让人如鲠在喉的一点啊。 XQD 卡十分的昂贵，同样一张64G 的 SD 卡只要100来块钱，但是 XQD 它就要1200块钱。虽然说它能够把你原本的读取写入速度从90兆每秒提升到400多兆每秒，看起来是不是提升了很多倍啊，但是我觉得 Z6 并没有做到物尽其用。比如说照片连拍， Z6 的机身缓存貌似只有20张，那么由于 XQD 它可以以比较快的速度写入，所以呢实际拍摄的时候是边写入卡边清空缓存来延长这个连拍的时间和张数的，但是其实没拍多久也就卡壳了。所以我们理论上来算一算，一张这种2400万像素的14比特 RAW 的大小大概在20多兆每张，这对于400多兆每秒的 XQD 来说写入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吗？那我们再算一个账，那么就算是连拍10张每秒，算下来每秒的数据量也不过就300兆而已，这对于400多兆的这个 XQD 来说不是一瞬间的事吗？甚至还吃不满。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出在了机器的处理速度或者是缓存的写入以及读取速度上面。那么通过我的这一个小测试，可见XQD 的确对连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吧，但是你让我用一个贵10几倍的卡才得到这么一点提升，我不乐意啊。我为什么不用那么便宜的 SD 卡，或者是用 Micro SD 卡套那个卡壳用呢？才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几十G、几百G 的，并且呢 Z6 它也不是尼康主打连拍的机器啊。如果说是一个非常注重连拍的人，他可能会去选择 D500 或者是 D5， 为什么会选择 Z6 呢？当然 Z6 的连拍能力我觉得日常来说都其实是够了的，但是你让我用这么贵的卡我真的是不乐意。然后说到视频， XQD 的写入速度是400多兆每秒，它完全都可以撑住 ProRes LT 的这个码率了。我在苹果的白皮书上查到 ProRes 422LT 的码率是342兆每秒，那么这个400多兆的速度是完全可以把它 cover 掉的。那么也就是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尼康让我们这些消费者不得不以十几倍的昂贵价格去购买 XQD 卡，并且呢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性能，这不是浪费吗？所以呢这个真的是 Z6 Z7 的最大槽点了。SnapRidge 这个 APP 尼康做的非常好，它很好的利用了低功耗蓝牙，能够自动传输你拍摄的每张照片。那么在拍摄之前提前和相机连好蓝牙的话呢，它就可以自动的拍完，你打开手机就能看到照片自动传到手机上，非常方便，可以直接发朋友圈啊之类的。而且呢连接 WiFi 之后还可以传输 RAW 照片，像上次去登古川月，在避难小屋过夜的那天晚上，躺在那个睡袋里连上 WiFi 传了 RAW 过来，然后修图发朋友圈的感觉就非常棒，当天拍的照片当天修啊。暗光表现优秀，我觉得是 Z6 的非常大的一个优点。那么这里呢我就拿我的 H23 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比试并不公平，一个4000多万像素，一个2000万像素，但是呢我手上也没有别的机器了，也没有 HM3。 不过 H23 它的高感表现其实已经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机器了。所以呢接下来请看这么几组照片的对比。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们来讲对焦。我们先说照片对焦吧。说到 Z6 的照片对焦，我觉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的暗光对焦能力非常非常强。那么给大家看现在我们拍的这个素材，在非常非常暗的环境下，仅仅靠着室外那么一点点仅存的天光，然后来拍这个小手腕小人的肉眼看都已经非常暗了，手机拍视频更是全黑，但是呢 Z6 它可以拍摄下来，在不开启辅助照明灯的情况下它都可以对上焦，哇，这个简直太赞了，和尼康之前单反时代的暗光对焦表现一样，很厉害。当然呢，刚刚说的这个是单次伺服对焦能力，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连续对焦能力。接下来我们来说视频的自动对焦能力。 Z6 的视频自动对焦和之前的单反时代相比真的是进步太多了，现在真的就是可用的状态。好，开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二号选手大狗熊。他俩真的不是一个速度，在大部分情况下他还是比较可靠的。一句话， Z6 的防抖好到让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尼康做的相机，这在我印象中好像是尼康第一次做全画幅机身的五轴防抖吧，居然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真的太震惊了。不论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都比 HR3 要好很多。比如说拿照片来说的话，我之前不是讲过吗，用14毫米手持一秒钟来长曝光，成功率非常高，甚至之前在未来之源用2470F2.8 这个 Z 卡口的新镜头70毫米手持也没有糊，太强了。然后呢，视频防抖也是相当的不错，如果定点手持来做一些小范围的移动拍空镜的话也是非常的稳。而且我最近发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功能，就是它电子防抖，开启了五轴防抖之后是不剪裁画面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打开它的电子防抖会剪裁一部分画面。接下来我们来对比这几种情况的防抖效果吧。现在是什么防抖都没有开的样子，然后正常走路，走过这个桥，现在是打开了普通防机内防抖，现在是打开了两个防抖一起用，现在是什么防抖都没有开的样子，然后正常走路，走过这个桥，现在是什么防抖都没有开，现在是打开了五轴防抖，现在是两种防抖一起开，现在我的左手拿的是 Z6， 打开了 Z6 的机身防抖，右边拿的是索尼 A7R3， 也打开了机身防抖，先同时来测试一下这两台相机的防抖性能，在手持拍 vlog 的时候表现如何？现在要进入并不平坦的地面。我们讲到 Z6 的视频拍摄能力，肯定会立马想到10:42，非常好，对吧？但是是外露，意味着你需要多花5-6千块钱来购买 Atomos 的 Ninja 5。Z6 现在本身价格10000出头。所以倒也还好，加起来就16000左右，但主要是外露会增加额外的重量和不稳定性，比如我去登山就不可能带路机，只能拍8-420，而且还没有 NLOG， 所以呢这也是 Z6 让人最揪心的一点了吧。如果能够内露那真的要吹爆了。但是呢，最近我发现了一个歪招，可以让你的 Z6 内露达到近似外露 NLOG 的宽容度的效果。
首先我们打开视频拍摄菜单，选择设定优化标准，选择平面。做完了这一步，宽容度已经稍微有些提升了，这也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开这个动态 Delightening， 选择极高。现在来看看横向对比，宽容度是不是提升非常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和 Unlock 的对比，大家是不是觉得宽容度差别也并不是很大呢？所以呢，其实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用这个歪招就可以让你的 Z6 内录达到近乎 Unlock 的宽容度，对于我这样不专业的 Vlogger 来说也是够用了，除非在特别重要的时候才会选择外录拍史比特42吧。然后和 A723 的 S-Log3 来对比的话，在普通情况下其实宽容度的差别也不是很大。而且通过这次测试，我好像知道了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索尼的 S-Log3 的素材很难调，但是尼康的素材就要好调整一些。我们看这一组晴天拍摄的画面，如果对 Log 画面做简单的饱和度以及对比度恢复，我们可以看到的 S-Log 有点发紫，而 Unlock 相对接近真实的颜色。然后如果我们来一条暴力一点的曲线来测试色彩过渡，可以看到索尼的内录巴比特 S-Log3 断层非常严重，而尼康内录的巴比特却还好。所以用 Z6 之后拍的那些视频，我觉得相对来说他们处理起来都还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呢， Z6 的视频能力拍摄环节，我的总结就是，日常来说用我刚刚给大家说的那个歪招啊，就可以获得不错的素材。然后呢，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景的时候再去有选择的外录拍摄史比特42。哎，你们是不是觉得为什么你不讲一讲 ProRes RAW？ 因为它太特殊了，所以我要单独拿出来讲。这个笔尼康从19年初画了一整年啊，终于在19年末给我们吃到了嘴里。为了这次视频，我去拍了一些测试素材，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12比特的确是厉害，它有更大的后期调整空间，而且你看到肉我觉得调色起来还是蛮容易上手的。就我拍了很多对比画面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调出来就是感觉这个肉画面要更加舒服一点，更柔和一点，但是我是不会主动花这1700块钱去升级这个 RAW 功能的。那么以下几点是我的理由啊。第一，本身 ProRes RAW 这种格式它在现在就并不是主流，所以没有被大部分软件支持。反正日常我们知道那些软件，比如 PR、达芬奇，它都是不支持。现在只有苹果的 Final Cut 支持，然后就是 Scratch 也支持。但是 Final Cut 它的调色功能并不像达芬奇那样强大，不能够做到很精细的分区调整。而 Scratch 的上手呢又太难，所以我觉得本身 ProRes RAW 这个格式在目前就存在兼容性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是 ProRes RAW 它是动态码率，就我现在拍到了素材啊，码率低的有780Mbps 左右，码率高的有达到1200的。那么1200的码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普通人的硬盘啊是吃不住这么多空间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在我测试的这些场景里面， ProRes RAW 的宽容度和史比特422的 Unlock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一招啊，内录达到 Unlock 的宽容度对我来说其实也是足够的。那么还有第四点呢，就是 ProRes RAW 它因为是 RAW 素材嘛，不会经过机内的镜头矫正处理。那么像我拍摄的这两段广角的素材， RAW 素材的边缘保留了镜头原本的畸变，所以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它的处理起来就要多一个流程，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那么第五点呢，就是 RAW 素材的阴影部分有红色的彩色噪点，这一点也是需要额外去处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的。那么第六点呢，就是这个功能是需要付费升级的，花费1700人民币。所以以上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花钱去升级 ProRes RAW 固件的原因。虽然你看到这个 ProRes RAW 拥有12比特的色深，有更大的后期调整空间，我在这次的测试素材里也有明显的体会，但是呢，还是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我并不会主动去掏钱升级这个 RAW 的录制固件。而且外录的史比特42对我来说其实已经足够好了，因为我几乎不会涉及到商业广告、电影等等的拍摄，而且 RAW 本身它就是给这些专业人群所设计的，所以以上我提到这些问题对于专业人群来说其实可能并不是一个问题。 ProRes RAW 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想尼康可能是想通过这个功能来增加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吧。对于接商单的个人或者工作室来说，我想这么一款万元级别的全画幅自动对焦能够拍视频 RAW 并且能够兼顾拍照的 Z6 应该非常有吸引力吧。然后来聊一聊 Z6 的电池续航，我觉得它的续航评价一下就是还可以，但是并不突出。相比于我用过的 H23、H7M3，它的那个电池啊，哇，真的太经用了。 Z6 现在用下来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拍照拍的不是特别多，或者说拍了之后立马就关机的话，
其实一天来说差不多还是够用的，但如果你拍视频一天是绝对不够用，一天至少要两块电池。但是我自己用一些 R3 的话，就算拍视频一天基本上都足够了。所以呢，希望下一代的新相机能够续航更加给力吧。不过还有一点好处啊，就是 Z6 的电池追溯到我记忆中我用过的啊最早的相机 D7100， 那个都好多年前的了，他们的电池都完全通用，这一点真的是大赞的，非常照顾老用户。只不过好像如果你不买最新的那个 ENEL15B 的话，就没有办法连接 USB-C 接口来充电。哦对，说到这个，这也是要吐槽的一个缺点啊。你说它的续航没有那么的给力，它又不让你能边充边拍，必须得你关机了才能用充电宝给它充电，这点也很蛋疼啊。你说比如说给那些经常拍视频的用户来说，能够一边给相机供电一边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这个也希望在下一代能够加上吧。而且我觉得这也不是个什么有难度的功能，尼康你快点让它实现吧。 OK， 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它的高性价比。 Z6 呢在2018年的8月份发布，那个刚发布时候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大概15000-16000吧。但是现在在京东尼康官方旗舰店上送 FTZ 转接环也才12000，然后如果你在淘宝上搜的话，就有10000出头的那种机器，或者是我记得曾经在双十一的时候，它的价格曾经低到10000块钱，还是9000多块钱。那么这个10000出头的价格，相比于它发售时定价16000，整整便宜了5000多块钱啊，无疑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而且呢，这也是你唯一能花10000块钱就买到了一台全画幅、自动对焦、还能拍 RAW 视频的相机了。那么比如说，同样是10000块钱的 BMPCC4K， 它拍出来视频的素材质量无疑是吊打 Z6， 但是呢，它没有自动对焦，你要单兵作战的话，去拍摄一些运动的画面其实是非常难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必须要一个能够自动对焦的相机。再一个就是 Z6 能够胜任绝大部分场景的拍照，但是 BMPCC 不行。然后我们再说一说索尼对标Z6 的相机，就是 HM3， 他们两个的价格相差不多，然后呢高感也都很好，对焦索尼更胜一筹，照片都差不多，拍视频就是差距了。拍视频 HM3 只能拍8:420，外露也只能8:42，但是我觉得这个8:42和420差别不是很大，但是 Z6 可以录10:42，这个差距就非常大了，还能录 RAW。 所以呢，我觉得 Z6 真的是一台非常均衡的相机。好啦，那么以上就是我对 Z6 这款相机的所有看法还有感受了，不知道我讲的是否公正客观呢？因为我对尼康真的是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啊。15岁的时候，从我爸手中拿到人生第一台相机就是尼康 D90， 当然那时候我对拍照还一窍不通。18岁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我爸把他的 D7100 送给我，然后我就带着他去了北海道，第一次拍到了星空，虽然略显稚嫩，但是在当时非常触动我。我开始对摄影感兴趣，但是当时并不懂光圈、快门、ISO， 只想升级设备换一个全画幅相机。于是在2016年的3月换了 D810， 并开始认真学习和钻研摄影。从 D7100 到 D810， 相机像素和宽容度可以说是爆炸性的提升。那时候正在疯狂地吸收摄影从入门到进阶的前期拍摄知识和后期处理技巧，常常为了一张照片花上几天的时间。可以说810的强大性能提高了我学习这些技术的上限，说是我的启蒙相机也不为过。尼康一直给我一种稳定可靠的感觉， D810 结实又耐用，无数次陪我去爬山和探险，即使是在暴雨和严寒中穿梭也不在话下，一直跟我过着艰苦的生活。虽然伤痕累累，但一直是我可靠的伙伴，和我一起成长。除此之外呢，我还用过尼康的 D200、 F3、 FM2、 D80、 Z50 等等。因为太喜欢尼康，所以尼康100周年出850的时候不假思索的预定了，是拿到850的第一批用户。它的低感画质非常好，应该是我心目中当年最好的全画幅拍摄风光相机。但是呢，我只用了小半年，因为后期开始拍摄视频，850没有好用的自动对焦，又比较重，所以呢，我在朋友们的陪同下忍痛灭门换了索尼的 HR3。 当时我本以为 D850 是尼康的绝响，因为当佳能感动常在、深入人心的时候，当索尼的 Alpha 系列把相机推进到了无反相机时代的时候，尼康依旧像一个顽固的老头，只会埋头做他觉得好的相机，不会做营销。结果他又出了 Z6， 如同上面提到的 Z6 轻便，视频的对焦能力强，
录制视频记录的色彩清晰比 R3 要好很多，外露规格也比较高，同时呢降价后也有很高的性价比，虽然还有一些小问题在，但是瑕不掩瑜。更重要的是 Z 系列上市以来开始在营销方面下功夫，也重视起了新媒体的力量。我知道这对于一个日本老牌企业来讲很难，但是作为它的老用户，我希望它被更多人知道，有更好的销量来支撑它做更好的产品，将尼康的精神传递下去，迎来它的下一个百年。お前のカメラ持っといて。え？うん。父さん。おう。